玩这款游戏《王牌吊手手机版》，开始新游戏。这个其实就是捕鱼硬币的，输入随便一个吧。来喽！说在日本大受欢迎哦，我是在说明那边看到的。反正来捕鱼吧。我丢了浮标啊，我都没感觉。啊，按住就行了，看起来算是不错啊，游戏性还挺高的。钓更大鲤鱼，使用超级钓竿就可以拿到更多的硬币，所以超级钓竿就是捕大鱼用的啦。原本是黑色的，捕上来就能看到种类了，欸，还不错欸。然后右上方有掠过，把新手消遣给掠过了，反正就是小钓竿与超级钓竿，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很好上手啊，所以应该是不用教了。开启新钓竿，开启终极世代，我要钓鱼，我要钓鱼，我要钓鱼。我发现，这话还是挺多的。来啊！关卡还会出现任务。鱼类硬币表，硬币鱼类，我们普通钓竿好了。现在一个小鱼，好吧？鱼还有必杀技耶！哦，有一个极大鱼哎，我要钓那一只。等下，你先别跑。哎，来来，啊，该死的小鱼啊！所以我投下去，它是有几率换算会不会钓起来吗？抓抓抓抓抓，必杀技，还可以电它哎。好可怜哦，必杀技再垫一下，嘿嘿，红石斑，赶快吃啊！我可以收网吗？欸，如果不能收网的话，我用那个有点亏。我想要钓那个大的，我希望在体验期间钓到这只啊！哎，好啦，那我垫一下。巨大鱼要接近了哦，欸，好大一只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靠腰啊，巨大鱼我没有钓到，我后面等那个巨大鱼出现好了。嗯，这种手残党应该会很喜欢玩了，来，咦，哈哈，哇，我钓的大鱼嘞，我钓的大鱼嘞，杰克，哦，再垫一下，香不香？再垫一下。欸，看看你的腰身，哇，好强哦！叫我怎么钓？来，试一下，借吃一下，好呀，小鱼了，小鱼就不要用我必杀技了，还是垫一下好了，反正必杀技消耗也不多啊。欸，我是不是要狂垫啊？来，垫死你，疯狂垫！哦，原来要疯狂垫啊。还是断了啊！我怎么抓到这种超级大鱼啊？有什么东西出现？怪物级要接近了，怪物级嘞，好凶哦！好想摸他的下巴。怪物级来啊！我还是只用重击钓竿这里。哎呀，中了，大只的。这大颗，啊，这大颗的啊！哎，我那我抓到了大白鲨，不得不说还挺好玩的。可能是我根本没在玩这种类型游戏啊。要钓就钓大白鲨啊！
我中了。还有没有？来，去，我可以收吗？嗯，嘿嘿。啊，我放错了，我放错了，不是超级钓竿呐。哎呦，不是超级钓竿也可以耶，我可以钓一些其他的吗？什么金鱼啊？可以钓什么金鱼啊？钓妹子啊？什么超级必杀技发动中哎？透过钓鱼累积100，哦，我今天累积到100%了。好强哦！妥妥的，已经到王里啊！哎，不要挣扎啊！看广告还可以延长时间呢，有延长时间了啊！然后呢，大鱼大鱼来啊！这种肉还会自带一个小小鱼，来抓一下，没错，乖。抓到大鱼嘞！再来，哇！跑掉嘞！哦，大白鳝不是那么好钓的，能不能钓一些其他的啊？不过整体还可以啦，我这过年玩这种游戏是刚刚好的，然后过年后就可以卸载了。珊瑚礁的鱼藻，嗯，好多哦，这只我有了，鹿藻图鉴了，哇，我的金币。但我还是不太明白这种类型的游戏啊，大家一直想要花钱玩的目的在哪里，我倒是无法去理解啦。因为它就是一个钓鱼钓硬币嘛，它好像也不能换成现实用的金钱吧。抓一下，我要抓你，对，抓，电死你，我电死你，我就想抓你啊。啊，就想要，我就是想要抓你呀，啊，再抓一次，借抓一下，来抓，嘿嘿。啊，我大概知道了，抓电的时候也不用一直按了，就是它眼冒金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不用按了，就电一下，等下眼冒金星你就可以一直拖了。他在跑的时候再抓就行了啊！我已经掌握到了这个世界的法则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法则，我已经获取到了法则之力了，戒掉一下，来，戒一下，你看，他要跑的时候再戒他就好了，也不用一直狂按了。法则之力。巨大姐要接近了，巨大姐来了，这一只好像不太一样了咯。法则之力中了，我趁他昏迷的时候一直电，哇，感觉抓不到了。后来发现啊，大概抓前面就能知道抓不抓得到了。找到了金沙，好了，游戏就玩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